我就知道第二圈力量都比较大。我会换第一圈，第二圈就强一点，第三圈就强一点。没有第三圈的，我有第二圈，只有两圈而已。我是第三圈，你还有第三圈的，那你打第三圈是不是？怎么还绕跑？继续看下去。现在把镜头转给记者。你好，我是记者。现在在场的是这样，在场的哇，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，绝技远传啊！我们小孩好吵。现场很吵。对呀、啊，若瑞加油打起来。后面后面就会可能乱了，就这边不是不是。等我了啦，快点。